如果是正常年轻，像这个大麦这个麦杆呢，长得有那么高，麦穗呢长得有那么长。你看，像我手里面拿的这个种子，是我们本地的专用的抗旱种子。还有，你看电，另外一方面，这个薄膜，我们推广的薄膜全部是黑色的地膜。哎，这个黑膜了嘛，更能够保水保肥。你看这个水柱，就这个小小的水柱能起大作用吗？能起大作用，就是相当于把水分，把有限的水分保持在土壤里面，这个薏米种子就能够正常的出苗，出苗以后就能坚持抗旱40天左右。用起来。